OK， 自行车的车轮。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浪哥，今天要来玩。对，今天要来玩这一个叫做 Horror Tale 恐怖故事的游戏，它有一点点像那个 Granny 吧。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呗。这边有个选择难度，那么我是第一次玩，我就选普通的难度吧。我看了这个游戏的介绍，它有18%像那个 Granny 吧，只有18%像罢了。它是收集那些物品，然后就是要逃走啊，只有这一方面比较像那个 Granny 了。OK， 它也是一款手机的恐怖游戏啊，那么在电脑也有了，所以我肯定是在电脑玩的。OK， 已经开始了。汤姆，求你了，把鸡蛋收集起来交给哈利，他妈妈和我将加入搜索团队。比利和艾玛还没找到，父，房子已经过白蚁处理，在你的总部过夜，小心点，不要在外面待得太晚。爱你，妈妈。OK， 总部是什么？不明白。OK， 这边有一些失踪的传单什么的。OK， 那么我们应该要出去找鸡蛋。妈妈说要给鸡蛋那个号里。Are we meeting at our tree house as usual? Okay, 树屋。Yeah, my mom just asked me to give you a dozen eggs before she dumped me. What? What do you mean? Just kidding. Never mind. I'll be there soon. Roger that. I'll meet you back at headquarters. Over. Over. Okay, 刚刚打电话来的就是 Harry 了吧？我要拿鸡蛋给他是吗？跟妈妈所说的，这里不是有鸡吗？OK， 这个是鸡蛋容器啊，在这里。哦，我知道了。OK， 应该就是这样。Now I have to take them to Harry. OK， 把它带给 Harry。Harry 在总部。总部是哪里啊？我哪里知道啊？先让我走一下看看。这个游戏挺光亮的哦，就作为恐怖游戏来说，你知道的，大部分的恐怖游戏都很暗的嘛，很黑很暗。应该是这边。什么声音？牛的声音。I have to put the eggs in the basket of the bike to take them with me. OK， 所以要用这个自行车。OK。树屋啊，刚刚哈利讲他在树屋那边等我。目前还没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他就是好像那个 Granny 这样的，一直追着我，然后我要去找东西逃走，就只有这一方面像了。当然我看起来就没有 Granny 那么的恐怖了，因为他比较画面方面也没有那么恐怖。OK， 这边我被关起来了吗？哎呦我的妈，我被抓起来了。OK， 那边有一个钉子罐头，还有一把胡子。我可以偷看过去，可是我过不去吧。You can't outsmart me. 他就在外面罢了，门是被锁住了。弱点。啊，我知道了。这个砖头是可以丢的吧？啊，就这样了。哦，哇！啊！救命啊！躲进去。他可以爬进来的吗？哦，我不要跟你做朋友哦。哦，好笨哦，他不会蹲进来的。这个跟 Granny 一模一样，哈哈！哎，吓死我了！我走了。Oh my god， 他又来追我了！哈哈哈哈！我要怎么躲过他？他还在追耶！不行，我要躲过他先。那边有东西，锤子，给我锤子！躲起来，躲起来先。
他在哪里？哎呦，他一直看到我。You can't hide from me. 可以了，可以了，应该可以了，他没有看到我了。锤子我拿到了，锤子如果跟……哎呦，他又来了，我走了。如果跟 Granny 一样啦，应该是奶奶打开木板什么的吧。如果跟 Granny 一样了，通常都是奶奶打开木板。这边可以爬上去。哦 ，OK。哦，他来了，他来了，走了，走了，走了。这边，板子上的钉子。啊 ，OK。这边也是一个失踪的名单。哎，哈利，我现在在被绑匪给追杀嘞，你还在催我？我来这边干嘛的？OK， 他有很多这些塑胶袋，哼，可能是拿来装。这边有个自行车的车轮。OK。自行车的车轮。Oh my god！ 吓死我了。哎呦，我给这个游戏吓到。我少了一条命啊！我少了。哎呦，我的妈！我竟然给他吓到了，刚刚撞在他的脸上。我的妈 ！OK。我在哪里？我还是在同样的地方，我要回去拿我的那个轮胎。给我，他在哪里？我不要再撞到他了。自行车 ，OK， 我可以走了吧？去树屋。哦呦，我那么快就死了一次了，哎呦我的妈！我感觉我不应该死了，这个游戏难度没有那么的高吧？这边也是一个失踪的名单。Wow, she's so pretty. I hope she'll be fine. OK。树屋，看到了，这个是树屋了吧？对呀、哦，我的鸡蛋呢？喂，不是说要拿鸡蛋给哈利的？鸡蛋呢？我的鸡蛋没有了呀 ！What the fuck？那个绑匪拿走我的鸡蛋了，可恶！哎，你就是哈利的吧 ？Harry, you won't believe it. I saw him. Who? Kidnapper. He caught me on the road in the woods and locked me up. It was a miracle that I escaped from him. Oh my gosh! Are you serious? No way! Is that really a witch? Harry, it's not a witch. That's a stupid rumor. Shh.哎，他怎么过来的？哎，他可以这样子移动了哟。我以为这个绑匪他只能在其中一个地区罢了。他可以过来的。Just wait. It will be evening soon, and he'll get to us tonight for sure. He won't if we're ready for it. We could fortify the headquarters so he doesn't catch us. What do you think?Oh, give me a second. I have a couple of ideas. Let me write a list of items I need. Okay. 要加固这个总部，他就上不来了。Here, I'll upgrade the treehouse, and we can get through the night here safely. And you're just going to sit here and wait? Don't you know me? If I were near him, I'd die of fright. 你认真吗，哈利？他就坐在这边等我去找东西啊。Okay, I'll try.这真是好好队友啊！ Don't get cut. If I don't come back, I bequeath my bike to you. Tom, stop it! I'm scared enough as it is. Just kidding, just kidding. All right, I'm going. 还笑得出呢，这小孩，这不是应该恐怖吗 ？Oh, Death Park! I love this game. Okay. 这绑匪就在下面了，还笑得出。铁，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双筒望远镜、电池、绳索、钉子、罐头、锤子。锤子我已经知道在哪里了，就是刚刚我把它放在那个楼上那边嘛。钉子我也看到在哪里了。
就是我刚开始我不是偷看过去的吗？看到有钉子，那个应该是钉子或者是罐头来的。那么钉子和锤子我知道在哪里了，先去拿这两样东西。那个绑匪在哪里？他好像就在下面的了。他就在下面的。Tom, stop being lazy. Bring me everything we need. 哈利，你不要太过分哦！我去找东西，你坐在这里，你还那么多话讲。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什么？ Where are you? 你听到吗？你听到吗，哈利？下面有什么？你听到吗？ OK， 走了走了。哇，我直接跳下来了。OK， 我的自行车在这里，非常的好。我要回去这边，我要把锤子和钉子给拿过来。锤子在上面。OK， 其他的东西我不知道在哪里，而是慢慢的探索吧。OK， 在这边锤子，找到了，然后去钉子。Oh my god！ 哦，他看到我了。你上来啊，笨蛋！你上来我就下去，我看你怎么玩。拜拜，拜拜，我走了，我走了。What？ 我需要逃离他才可以走的呀！躲起来。Oh my god！ 这个游戏真的是啊，我以为我可以直接走了。OK， 这边等他离开了，我可以走。OK。What a weird noise. 啊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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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不会给你抓到的。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我太着急了，我太着急了，太着急了。走这边。那个钉子在哪里了啊？我刚刚被关这一个地方的，好像是这里。啊，应该是这里了，就在那边罢了，有钉子。可是问题是，我要怎样过去？我要怎样过去对面？不行哎，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我可以进去吗？ It's locked. What was that? Hey!可以拿砖头来引开它了。这个我要怎样进去那一边？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哎。没关系，我先把锤子给带回去先。暂时我不知道要怎样过去。用锤子可以打开那个木板过去吗？让我试试看啊。他在哪里了？他？我好像看他走去这一边了了，刚刚。他在下面，他在下面。没事，我走这一边，然后我进去这一边。我想看可不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这就麻烦了。我暂时不知道要怎样去拿那个钉子。哦，他就在那边了。OK， 没关系，把锤子给带回去先。诶，我的自行车在。哎呀，他又在那边了。我的自行车在那边。呵呵，借过一下，拜拜。Come out. Don't you. 我的自行车呢？啊，这边忘记了我。OK， 回去找哈利先。看来只好啊，一样一样东西这样子去找。拿来吧，锤子。OK， 希望哈利会给我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帮到我的。我回来了，哈利。What the fuck? Harry, what happened? Oh, I think I fell asleep, and I'm dirty. Don't worry, it's just ketchup. 这个哈利真的是啊，一巴给你啊，真的是。Well, there's not much left. OK， 找到锤子了，剩下的都是这些。
钉子虽然知道在哪里，可是没有办法拿得到。可能我去找其他东西先。走吧，我已经记得要找什么了。他呢？那个绑匪呢？他过来了。OK， 没关系，我要去新的地方，先去农场吧。说实话，其他的东西我没有任何的线索。OK， 农场是我们刚开始的地方。The house has been termite treated. I won't go in there. 呵呵，进不去。他又来了呀，好烦啊他。哦，他就在那边罢了。OK。I wonder how many there are. Oh my god！ 刚刚我拿到的是那种收藏品来的，没有用。这边爬不了哎。哦，他就在那边。这边有一条路。OK。那边有一个玩具车。Ralph's car is so cool. I've always wanted one. OK， 暂时我还不知道呢。Where are you？ 我必须找到新的东西才行哎。在这个农场，怎么看起来就一样东西都没有 ？What？ 他看到我了。OK， 没关系，躲起来先。OK， 没事了，走了。这一间，哎呦，他又看到我了，我靠你哦！不要再追了呀！咦，他去哪里了？他说 ：“Oh my god， 好靠近哦！”他跟 Granny 一样哦，你躲在不一样哦。Granny 的话，你躲在柜子，他还会打开。他应该不会吧？这边没有东西了。这边也没有哎。OK， 这边有个笔记，穷了克威。为其精神病院逃跑的精神病人从没被发现，附近有奇怪的异象。谁是作者？我觉得这一些笔记对我来说是没有啥用处的。哎，真的一样东西都没有哎啊！我丢，哈哈哈哈，吃我的砖头吧你！哎，我的砖头真的可以伤害到他的。这个我也是刚知道罢了，非常的好。没有任何东西耶，农场。看来算了吧，我去另一个地方吧。这个农场我已经搜索，哎呦，他又在那边。我已经搜索了一片了，所有的物质啊都是进不去的。OK， 没关系，现在我去另一个地方。这边我是找不到东西的，去学校看看。OK， 来到学校了，希望可以找到有用的东西吧。还是这个名单。锁住了耶，又是进不去啊。哎，有东西，有东西。哎，敲棍呢？我找到，我可以有五个提示。敲棍的话，我要用吗？应该不需要啦，敲棍通常都是拿来打开木板啊，或者是锁头吧，应该不需要用提示啦。我只有五次提示罢了，如果用完了之后，等下我卡关的时候没得用了。OK OK。找到了敲棍，我不要，先不要离开，让我再探索多一下。可能在学校我还可以，哎呦，他又在那边。
你真的跟到我在哪里？你跟到哪里啊，绑匪先生？可能他在念那个面具下是一个帅哥呢，哈哈，没人知道。哎，又找到了汽油罐，汽油罐我真的不知道用在哪里了，可以放在自行车。他又来了，我要走那一边，我要去看有没有东西。走了吗？可以，他走去那一边了。OK， 我走这一边，这边有一条路诶，会有东西吗？没有东西，非常的好，干得漂亮。走这一边，这一边没有东西。OK， 这个地方倒是蛮大的，还有学校的里面我都还没有进到去呢。这边也有一条路，走过去看看呗。哎，这个地方很大哎，比起农场还有那个树屋那边。OK， 拿到了一个收藏品。这边我走不过去。OK， 这些印记哦，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暂时应该没有什么意义吧。不是来的，看来是哦，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这样子的话 ，I'm not going to walk. What？ 我不能走这边？你认真吗 ？OK， 那我回去自行车那边先，看来把东西给带去另一个地方。OK， 那个撬棍应该可以用的，应该有一个地方可以用了，可能是拿来打开。哦，他又追我了呀，阿浪子！他跑的没有那么快了，说实话没事了。哎，我走这边，躲在巴士的后面。OK， 没事了。OK， 我现在去另一个地方先，我要回去被他抓的地方。我觉得撬棍可能可以帮我拿到那个钉子，一定有可以用的地方了。撬棍、汽油罐我就真的不知道了，暂时。OK， 应该可以打开门呢、啊。这个，哎呦，猜对了，漂亮漂亮。撬棍我放回去我的，他在吗？不管他先，放回去我的自行车，我害怕等一下我找不回来了，这也是最致命的了。以前玩 Granny 我记得，你把东西丢在自己忘记的地方，然后找不回来了。哇，他下来了，躲起来。 Oh my god。嗨，哦，哎呦，他会跟下来的哦，这个地方很容易就给他抓到了，太窄了，这个地方很难走位。OK， 我特地，又给他看到了，躲起来，哎呦，好烦哦他。我就想说，我特地来到这个下面，肯定有什么东西我可以拿的吧？看他离开了没有？哎呦，他还没有离开啊！哎呀，他走去那边了，我想走那边的，糟糕了，怎么办呢？我要等他离开？我要走那边呢，他走去那边了。OK， 他再离开了。What the？Let's be friends. What the fuck? Oh my god! 我以为他要打开这个桶子了。哇，他就站在我眼前了。糟糕，他在那边呢，我要走那边。可能有其他路。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边这个下面肯定有东西我可以拿的，一定有什么我可以拿的。诶，又被追了呀，好烦啊，快点走，这边可以爬上去。这边是哪里？哦，我的钉子，走了走了，快点快点，拜拜拜拜，我找到钉子了。 Yes， 他还在追我吗？他还在追我吗？我跑到那么远了，他还在追我。 What？ 哦，你怎么会出现在那边？ Oh my god， 他瞬间移动了呀。 OK， 我躲起来了。拜，呵呵，拜拜。What a weird noise！ 拜拜，拜，他没看见我吗？好笨哦。OK， 现在我把钉子带回去先。已经找到第二样东西了。非常的好，汽油罐还不知道用在哪里，给我那个钉子。 OK， 拿给 Harry， 非常的好。 Harry， 我又回来了。 Hi， Items， I have to collect them all。 OK， 剩下的是望远镜电池、绳索罐头，这四样东西我都完全不知道在哪里啊，没办法了。How much longer are you going to waste time? Look for the objects. 老喂，浩里，你真的是，你以为你是我老板啊？啊？你这个滚蛋，坐在这边啥都没干，话倒是挺多的。What the fuck？ 算了，猪队友就是说你这一种了。我才发现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间屋子哎，那边有东西，那是什么？那是鱼竿吗？我要怎样进去这一个屋子？所有的门都是，哎呦哎呦，它就在那边，我不可以爬进去咩？这个窗口那么大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他看到我了，哎呀！好烦啊。 那一间木屋里面有东西耶。好， Oh my god， 你每次都需要走到我这么近吗？赶紧走啊。 Your classmates are waiting for you。 不要在我面前，不要在我眼前走来走去好吗？我要怎样进那间屋子呢？我真的不知道，可能以后可以拿到什么东西让我打开所有的门的。I'll find you anyway。 因为目前哦，所有的门都没有办法打开。What's that？ 拜。It's locked。 这个门呢？怎么进啊？让我看一下。砖头。哎，要吃砖头嘛，送给你。我不知道哎，这个屋子要怎样进去的到底？啊！渣又给你看到了，绕圈圈。我正在想办法，要怎样进这个屋子呀？知道哎，让我再找一下地方，可能我可以找到什么。他还在追我吗？烦不烦呀？走这边，这边有路哎。还在追吗？哎，这边有把刀哎。刀有什么用哦？ I'm good at fishing, but not with my bare hands.OK， 所以鱼竿肯定是用在这里的了，可能可以钓起什么样的东西？
可是我现在有一把刀，我不能直接跟他拼了吗？我一把刀扔过去，他就……哦，嗨，刚刚才在说你坏话呢。哎，我有刀哦，现在你没有，你以为我害怕你吗？你以为我害怕你吗？我有刀啊，笨蛋！哦，还是害怕的。哎，骨头路哎，这边是完蛋了呀。我绕个圈，应该没事的。拜拜。这把刀要用在哪里？不知道哎。算了算了，把它放去自行车前，然后去其他地方。哎呦，你还在追我呀，烦不烦啊？还在追吗？我靠，躲起来。拿到了一把刀，可能刀又是用在其他地方的吧。I'll find you anyway. 你找不到我的啦，你是个笨蛋。啊啊啊！农场是目前最没有东西的地方了。你可不可以？ I'll find you anyway. 可不可以再走远一点？哈哈，谢谢你。拜。我去锯木场，我没有去过锯木场。锯木场我没有去过吧？好像没有啊，我一次都没有去过。OK， 这里是锯木场，看看可以找到什么东西。这边上面有路。没有看到东西。这边又是锁子。哎，有一把钥匙哎！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找到钥匙。可以让我们来最最好的不读了，这些都是一边一些故事的东西。打开，哎，那么快就找到用的地方，非常的好。又是锁着的，这边有个按钮。Apparently that red light means it won't work. How do I turn it on?OK， 没有电，可能是没有电了。那么我要去打开电什么的，让我看一下，可能。哦。嗨，我们又见面了。哎，那边有东西，那边有东西。哎呀，我要去哪？他追着我。让我跟他绕一下绕路先，这边有路哎。哎，这个是要用砖头来打开的。哎，哈利你好哦。你要给我一些提示吗，哈利？Okay, waiting for you. Over. 哎呦，哈利，你真的是啊，一点帮助都没有。那边怎么有一匹马 ？Where are you? What the hell? 哦，那一匹马有什么用吗？好多的谜题啊。OK， 首先我需要一块砖头，因为我看到有一个。那边有一个木板可以打开的，还有刚刚我看到有一个东西，这个螺丝刀，螺丝刀肯定是拿来打开螺丝的咯，可是螺丝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这边上面没有东西。 No 我没有路了，我没有路走了，我没有路走了，我蛇皮走位。哦，这边原来有一条路。 Oh my god 刚刚倒是有一点点的刺激。我拿到了我的工具，我不可以死的。螺丝刀用在哪里？哎呦，我刚刚以为是没有路走了，原来那边可以跳的呀。
螺丝刀我不知道用在哪里，我把它放在这里先。可以丢下来吗？我不可以丢下来吗？哎呦我的妈，糟糕了呀，我的篮子已经满了。我现在需要的是砖头，为什么那么难找呢？一块砖头。哎，有了有了，砖头有了。OK， 我要记得，要记得螺丝刀我扔在这里的，如果忘记了的话就完蛋了。OK， 这个砖头我知道用在那边，有一个木板我是可以丢的，希望不会遇上它。它在哪里？它在这里吗？嘿，它在那边。刚刚那个木板在哪里了啊？我又忘记了。这边这个门肯定又是锁着的了，肯定的了。我忘记了呀。刚刚我可以找到一个地方了，我记得是在这一附近的。我记得了，在那边。这边这边这边啊，这边啊，就是这个了，应该是可以打开。Yep。Hi。哦，汽油用在这里。OK。OK， 我有了。可以可以，我的汽油就在我的自行车罢了。我现在要去拿我的汽油，希望不会撞在他的脸上就好了。OK， 没有看见它，非常的好。终于用到了，终于知道你用在哪里了，非常的好。Oh my god， 你又挡着我的路了呀。我跟他绕一个圈吧，挡着我的路呀。还在吗？不在了。哎呦，你为什么又回头？哎呦，他挡着我呀，我要走那边。我靠哦，哎呀，他站在我要去的地方啊，这是最烦人的了。你可不可以离开呀？可不可以离开？可不可以走去另一边啊，大哥？对，我要走这一边。OK，OK，OK，okay, okay, okay, 加油！加油了之后呢？这个门也是锁着的，非常的好。OK， 现在应该刚刚那个按钮应该是可以运作了。不是说刚刚有一个按钮没有用的吗？不能用吗？是因为没有电的关系吧。哦，它就在那边，非常的好。现在我去按那个按钮，应该会发生什么啊？就在这边。 Y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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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p。 OK OK， 这有什么意义啊？哦，有一条，有一个门。 OK， 剪刀，我拿到了剪刀。 What was that？ 剪刀用在哪里？哦，他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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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也不知道用在哪里耶，糟糕。别管那么多，先把这个剪刀也放去我的自行车。用在哪里呢？这个东西呢？让我想，暂时没有想到我有去过哪里需要用到剪刀的地方。没有，别管了，收起来先。
那么这一个地方我要找的东西应该是没有了吧？让我再走多一会吧，可能还可以找到新的东西。剪刀也有可能是用在这一个地图的。喂，嗨，喂，蛇皮走位，神剑走位，我找东西找得太入神了，我都没有注意它了。拜拜。我还想探索多一会耶。啊，这里可能会有什么东西，我没有走过这一边的，对吧？我的螺丝刀那个是 OK， 螺丝刀我也不知道用在哪里，不要管先，我想看看有什么地方我可以用我的工具的。哎呀，我掉下来了，靠！有一只猫 ，What？OK，、okay, 我必须 ，What？No， 它锁住我了。什么情况？他锁着我了吗？完蛋了！哦，嗨！他知道我在里面了吧？他不知道，他好笨。OK， 刚刚看到了一只猫，他说需要分散那一只猫的注意力，应该是要用玩具或者是食物？难道是那个鱼竿？可能是用那个鱼竿钓一条鱼来引开那只猫。哎，我怎么又被发现了？哦，嗨。虽然我知道鱼竿在哪里，可是，鱼竿也是一样东西，在那个木屋里面，那个木屋要怎么打开，我也还没知道。可以走了吗？你好烦呢，我老诶，你一直追我。OK， 算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啊！我要去其他的地图了。嗨，每次的走到我眼前。Where are you？ 在你的心里哦，笨蛋。来了。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啊 ！Hello。Hello， 我有什么办法可以离开的吗？给我那个砖头。我走这边，走这边。哎，我走这边，我要怎样离开？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样离开耶。走这边，应该有哪一个地方我可以跳出去的吧？啊，我已经看到了呀，拜。拜拜。OK， 他还在追我吗？不是吧？他还在追吗？不要跟我认真好吗？暂时找到的东西不知道用在哪里啊，这让我非常的困扰。这个地图我也差不多探索完了，接下来去另一个地方吧，去学校看看。可能我的工具，我拿到的工具可以用在某个地方，可以探索一下吧。这里有个楼梯。OK， 所以这里是可以爬上去的，可是我要想办法把这个消防梯给弄下来。怎样弄下来呀？
要拿个棍子拉他下来，或者什么？我不知道哎。我可以拿一点提示的，对吧？我忘记了，我应该用我的提示。OK， 反正我都还有五次的提示了。对，我要用我的提示在我目前有的工具上。我的夹子要用在哪里的？在哪里使用 ？OK。OK， 原来是用在那个，哎呀哎呀，那个棋子。OK， 哎，等一下，为什么换过去了 ？OK， 这个棋子不是在这个学校的吗？哦，我好像知道什么了。OK， 等一下，这个棋子我刚刚好像有看到的。哎，不就是这个吗？我的夹子是我的剪刀是用在这一个东西的，要把它剪下来。OK， 可是我要怎样爬上去？难道要爬上去这一个楼梯先？哦，嗨，又看到你了。在我慢慢的探索，你一直来追我呀，好烦。我要想办法把那个消防梯给弄下来先。有什么东西吗？难道是用撬棍？撬棍可以弄下来？不如我用掉我的第二个提示吧。我用第二个提示我就能知道了。诶，汽车遥控器。汽车遥控器。OK， 我的剪刀可以用在这里。啊，又是你，好烦啊！别再追了呀，兄弟。拜拜拜。汽车遥控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刚刚是不是有看到一个玩具车啊？好像有哎。剪刀拿出来。我知道啊，拿出来啊。What？ 我知道，不能拿出来咩？那个剪刀。哎呦，这个游戏我不能换东西进去的哦，好笨啊这个。糟糕了，这样子的话，我要把这个遥控器给用掉先啊！嗨，这个遥控器我记得是，我有见到一个玩具车的，可是我不记得在哪里了。哎呦，你还在追啊？别追了呀，兄弟，跟我绕圈圈呢。哎呦，算了，我走这边。还在追吗？没有在追了。遥控器我大概知道，是有一个玩具车的。哎呀哎呀，他又来追我了，好烦啊你，兄弟。来这边，乖乖的，做我的跟尾狗，啊啊啊啊！我要走了。你还在追啊？好烦啊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个遥控器给放下来，这个真的很尴尬，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手上的东西给扔在地下先，地上先，然后拿其他东西先呢？这个好笨呢，难道我……哦，
他又看到我了。等一下，我是想看一下那个操作的，其实。Can't hide. 哎呀，你不要回头好吗？对呀，没有办法把这个遥控给扔下来先，好麻烦呀。没关系，去找一下其他东西。赶紧走啦，你不要一直在这边好吗，大哥。What a weird noise. 哎呀，你好烦啊。他每次就好像知道我在哪里，可是他没有办法打开那个筒子，好笨哦。Come out. Your classmates are waiting for you. 拜拜。哎呀，他又看见我了。这边有篮球。哦，我可以拿来丢你。啊啊啊！我再来，我再丢。OK， 对不起了，拜拜。我的遥控我就丢在那边先。Oh my god， 他在追我了。Oh my god， 只有通过这一种方法，我才能把我的遥控给扔下来罢了。好麻烦哦。他还在追吗？别追了呀，兄弟。OK， 我拿到了篮球，可以拿来扔的。遥控又不能扔，哎呀，他又在那边。You can't outsmart me. 你可以走吗 ？What a weird noise！ 哎呦，他又看到我了。哎呀，不要再追了呀。You can't get away from me. 这个楼梯有什么办法弄下来？我决定了。我用我的提示，哎，等一下才用，让我躲去安全的地方先。Come out! Your classmates are waiting for you. 我决定了，我必须用我的第二个提示，用在那个消防梯的那一边，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弄那个消防梯下来啊。I'll find you anyway.OK， 消防梯在哪里？这一个吧。需要什么？需要篮球。OK， 需要篮球。我刚好就拿着篮球了。难道是要丢它 ？Oh my！谁会知道啊？这个我老耶，拿篮球来丢那个消防梯。OK， 我把那个木板推下去了。现在我可以爬上去巴士那一边。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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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This is scary. I won't survive one more time. Oh no！我剩下最后一条命了，我不能死了，糟糕了呀，我死两次了，惨了，没想到我会败在这里，我还没有败呢，还没有。What the fuck? Oh my god! 好烦啊你，哎呦，我不能再给他抓了，现在我倒是有一点点的紧张了。非常的好，你继续慢慢的追。我要离开呀、啊、，OK， 去学校。我把那个木板推下来了，我现在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应该是可以用我的剪刀了。终于，我的剪刀拿出来，非常的好，爬上去。对，我就知道。刚刚看了那个提示 ，OK， 哦、oh, ，我拿到绳子了，我的线索，绳索说错了 ，OK， 可以回去树屋 ，Yes，
有进展了，我又找到新的东西了。可是我必须很小心啊，现在我剩下最后一条命了。给我绳子，绳子拿来。OK， 剩下的是望远镜，还有罐头。哎，给你啊，哈利。哎，还有电池耶。哎呀，电池又在哪里啊？我要把我的遥控器给拿回来先。我很害怕，就是等一下我忘记了。现在我还记得我的遥控器在哪里，就是我拿篮球的那个地方。OK， 我捡篮球的那个地方。趁我自己还记得，赶紧去拿回来。等下忘记了就完蛋了。OK， 他走着过来，我需要走那一边。我需要他走开先。OK。You can't hide. OK， 可以走了。应该是在这里的，我的遥控器在。在这里，在这里。这里，这里找到了。哎呦，不是要篮球啊，大哥。哎呦，给我那个遥控器，它就在那边，很好。遥控器用在那个玩具车的，那个玩具车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在农场，我记得应该是在农场啊，去农场那边看看。给放下来，去农场。拿出来遥控器。OK， 非常的好。那个玩具车应该是在农场的某个地方。我可能记错了，也有可能记对了。我记得好像是在这里的。刚刚有来过一次的这一边。哦，我可以玩这个玩具车了。哦耶，有什么意义啊？别管了，让我玩一轮先。我老也爬不上去。走这边，走这边。嗡嗡嗡嗡嗡嗡。哎呀，我掉下去了。哎呀呀呀呀。走哪里哦？我要。走这边。 OK， 我知道了，我不能掉下去的，我知道了。 OK， 要重来走过了呀，飞过去。嘿， OK， 然后要走这一边，这一边，这边。哎，不要掉下去，不要掉下去哦，大哥。OK， 我把玩具车给带出来了。OK。哦，我知道了，可能是那个玩具车里面有那个电池，应该是吧？因为玩具车里面肯定有电池啊，或者是这个遥控会有电池吧？我要去找那个玩具车，我已经把它给弄出来了。在哪里哦？那个玩具车。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在那边。看到你了。嗨。电池。哦，我需要螺丝刀来拿那个电池。OK， 螺丝刀我也有。啊！躲起来。我不能死了呀！最后一条命了。拜拜，拜拜。螺丝刀我记得我丢在一个有砖头的地方，对吧？ What the fuck， 它可以打开筒子的。 What the fuck， 我从头玩到了这么远，它一直都知道我躲在那个筒子，它都不会打开的。为什么到了最后
我剩下一条命的时候，它才会打开。No， 我又要重玩啊！哎呦，我的妈！我太难了，是输掉了，决定重玩了。那么我们等一下再见吧。A few moments later， 嘿、hey, ，大家好，我可以说话了，终于。差不多，我已经拿回我第一轮玩的，第一轮玩要拿的东西基本上都拿回了。OK， 现在我插的是。插的是望远镜、电池，还有那个罐头罢了。电池我已经知道了，从那个玩具车那边拿的。OK， 螺丝刀我也有了，现在我要去找那个遥控。遥控我第一轮玩是在学校找到的那个遥控，应该还会在学校。然后还有这个剪刀，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用得着的。上一轮我打开了那个提示，它让我知道了。可以用在某一个铁网的地方 ，OK， 应该是这一边哦。Oh, 又给他看到了，这边有东西，遥控 ，OK， 等一下我回来拿，等一下我才回去拿那个遥控。我现在要用了这一个剪刀先，就是这里了。这是罐头吗？漂亮，我找到罐头了，那么快的，这个是罐头吧？它血是不是血是罐头诶？奇怪哦，可是应该是罐头吧？如果是的话，我把它给带回去哈利那一边先，之后才回来拿那个遥控就可以了。OK， 回去找哈利先。目前我一次都没有死了，因为这一次我学会了，我不会再躲起来了，我就一直跑就对了。躲起来反而是最危险的。希望这一个是罐头，不要告诉我不是哦，打死你哦，哈利。Yes， 剩下电池和望远镜了。电池现在去拿，最后那个望远镜我就用那个提示来找就好了。呵，因为我一次。我连一次都还没有用啊，我的提示我可以用五次嘛，所以我把那个提示全部用在找那个望远镜，基本上我就可以通关了，哈哈，就是那么简单，花了我差不多都要20分钟啊才能玩回来。也是给我遥控，谢谢老板。现在我回去，螺丝刀我已经拿到了，在我的自行车那边，所以现在我去玩那个玩具车就可以了。望远镜我完全没有见过在哪里，不过不用紧啊，我有提示，这游戏也是蛮友好的啦，它可以给你至少有提示可以用嘛，就是你就算你非常非常的卡关，你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东西，至少你还可以用提示。所以是非常的友好了，很靠近结局了，我已经。OK， 赶紧拿掉这个电池先。架好来，它掉下去又要重新架过，很麻烦一下。这边飞过去 ，no， 我掉下去了呀！哎呀，又要重新走过了。OK， 然后去拿我的螺丝刀。对呀、啊，这个控制，它就在那边了。呵呵，我就知道。等他离开先。OK， 很好。我的自行车在那边。给我了的螺丝刀。遥控应该没有用了，嗨嗨，又给他追了，没关系，这一次我不会躲在那个桶子，不会躲那个桶子里面了，跟他跑两个圈先，好了，现在我可以去找我的玩具车，哎呦，他又回头了，好烦呀，来了来了。
快点，漂亮，电池拿到了。嗨，嗨，绑匪先生，你已经阻止不了我了呀。来，我跟你绕个圈，我才去走人。还要绕吗？在哪里？他在哪里？哎呀，还在追啊，好烦啊！我不敢躲在那个桶了，我怕了他，真的是。哎，现在我宁愿这样子，花一点时间跟他玩追追就好了呀。老喂，你还要追？靠我真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走了，把电池带回去给哈利。最后的就是望远镜了，我要用完我的提示在那个望远镜。回来了，哈利，差不多了。哈利，我又回来了哟，你开心吗？虽然你啥都没干，你个滚蛋。嗨。对，剩下望远镜了，直接用我的提示。OK， 在哪里使用？在桌子下。地点在那个牧场那边。OK， 暗示。就望远镜，我得，你这个是什么鬼暗示啊？我知道要拿给哈利啊，我当然知道。所以望远镜是在那个牧场那边，在桌子下的。然后我还要按，我还有两个提示，我可以用在那个这个鱼竿。对，鱼竿我要怎样弄？我要怎样拿到？不对耶，我要知道怎样拿到耶。我已经知道地点了，我也知道在哪里用了。OK， 这个提示没有帮助耶，对我。这只猫我也知道啊。可能我要用，给我暗示。我知道啊，这个暗示真是没有用哎。算了算了 ，OK， 至少我知道了望远镜在哪里了。我知道那个鱼竿要用在哪里，我只是不知道要怎样进去这个屋子拿到那个鱼竿。哦，原来是这样，丢那个砖头罢了。哎呦，我想的太复杂了。哎呦，我的妈！嗨，嗨，又是你呢。我要去钓鱼啊，不要挡着我好吗，帅哥？我回去木屋。哈哈，最安全就是木屋了吧？他不能上来的。Let's be friends. 他不能上来的，对吧？你不要告诉我木屋他都能上哦，因为我们有 NPC 哈利在，无敌的 NPC。What's that? How much longer are you going to waste time? Hey, look for the objects. 你少废话了，哈利，你啥都没干，我都快要做完我的东西了。Come out! Your classmates are waiting for you. Okay, 现在我要去钓鱼，然后拿那个鱼给那一只猫。我相信那个望远镜应该就在那一只猫挡着的那一条路哦。不要吵了，你很烦啊。OK， 啥都没干，你那么话那么多。钓鱼应该是在这里附近的。我其实哎找到了，我不太记得在哪里啊。OK， 钓一条鱼上来给我。漂亮，现在拿去给那只猫，应该就可以找到望远镜，应该吧？哦，拜拜。
走了走了，我的自行车在这里，也非常的好。Let's go， 去找猫猫。鱼哪来吧？猫猫，我记得是在，我大概记得在哪里的，我有见过一次，我记得是在这里面的。OK， 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是在这里面的，这里面的某一个地方的那一只猫是在，希望我没有记错吧。你在哪里呢，小猫咪？哎，找到你了，给你，找到了，找到了望远镜。Yep， 一只。哪一只？哎，不是一只、啊，哪一条鱼就能引开它了？非常的好。啊，它来了！太迟了，我可以逃走了。我要赢了，绑匪先生。哦，你现在才发现我呢。不错不错。来追我呀！你再不追，你就没机会了。还在追吗 ？OK， 拜拜，拜拜，应该是通关了吧？应该，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找完了，哈哈。哎，我不是要遥控哎 ，Yes， 走了，哈利，我回来了，你最好给我做出一些超级厉害的东西。我给你收集了那么多的东西，用我的生命来收集的呀。Great, you got everything we need. Look what I came up with. Okay, 看他做出什么来。We'll make it easier for us to see him at night, and I put your batteries in the camera to take a picture of him. Okay. The cans on the rope will warn us if he's thinking of climbing it. Okay. And we need nails and hammer for that. Okay, 封着那个门了。然后你们怎样出去吃东西呢 ？I hope we're safe now. Yes, you considered everything, Harry. Well done. Come on, let's go to bed now. I'm really tired. Tired of waiting for me? I'm kidding, I'm kidding. I'm really tired too. I wish the morning would come faster and our parents would come back. Okay, 所以就这样子待在小木屋，等我们的家人回来，游戏通关。Harry, where are you? What? What? No way! 这个游戏还没有结束的哦，不是吧？不可能！哈利被抓走了吗？我收集了那么多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哈利，你在哪里？What? Damn, Harry. I think I know where to find you. 啊，你知道在哪里找哈利？哦，只能按一个地方罢了。我以为已经结局了的嘞，这个游戏。Harry? 哦 ，OK。哦，哈利。哈利被抓了呀。Nice catch.那是哈利吗？他的嘴被封起来了。Oh my god， 可怜的哈利。哦，耶，成功了。好，那么这个游戏就结局了。这个游戏已经出了第二集了。当然我也会去玩第二集啦，因为这一类型的恐怖游戏还是蛮，就是简单又复杂了啊，就一直收集东西然后逃走，没有太多的故事什么的，是蛮好的。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影片看到最后的话，非常的谢谢你，记得点个订阅，点个赞哦。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拜拜，さよなら。
Ooh.